谢谢各位朋友们，谢谢大家。哎，来到这个南宁演出的机会还不算太多，是，既然来了呢就得卖卖力气，那可不，好好给大家说一段。是，刚才郭先生连说带唱啊表演两个节目，嗯，非常的不容易。对，到后台呢稍微的休息休息，朋友们在这儿听了四段相声了，也需要放松放松。是，上个卫生间呢，或者到吸烟区抽一支香烟。我们演出呢叫助兴，嗯，帮助他演出，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这是俩事儿，是吧？郭先生的相声说得好，对，大家都喜欢听，条件好，说学逗唱啊，尤其这个唱字啊，他这个发挥的可以说淋漓尽致。您听这词儿，刚才他也给您讲了，嗯，什么叫本门的唱，什么叫学唱，对，给人家唱了个太平歌词啊，您听他那个嗓子多好啊，嘹亮，嗓子一唱起来啊，特别高，是，不知道哪位您懂音乐啊？啊啊，按音乐术语说能达到嗨 C。嗨 C， 嗨 C 就是多嗨，他都敢塞进去，多敢下家伙呀！反正他条件不错呀，唱得很好。嗯，郭德纲小时候我们就认识，是小时候就是好朋友。嗯，他这个人呢，你说这个我们打小那叫什么呢？发小，发小，发小，您明白这意思吧？您解释，就是从小就认识，从小一块玩，从小一块长起来的。您听着关系，郭德纲人姓刺，大家都知道，是吧？怎么刺了？说话不算话，学给你什么了？你看说好了我们一块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个子比较矮，但是在舞台上特别有人缘，嗯，受到大家欢迎。对，郭德纲不光相声说得好，还怎么着啊，教了好多徒弟，徒弟也不少，都是好样的。嗯，你看刚才表演的那个好多演员都是郭德纲的徒弟。 他也是。哎，那是我老师。他跟那几位徒弟还不太一样。嗯，郭德纲形容他呀有一个专用的词儿，叫什么呢？哎，你看南宁的朋友都知道。嘿，郭德纲有时候介绍演员到孔云龙这儿，这是我徒弟。嗯，有吗？你到李鹤东那儿，这也是我徒弟。哎，到他这儿不然。嗯，郭德纲每回都是特别激动很亢奋的，有时候伴随着掉几滴眼泪，你知道吗？没掉过眼泪。到他这儿，这是我的爱徒啊，你看跟真事儿一样，是吧？什么叫跟真事儿一样？就是特别激动，羡慕您。其实这个爱徒这俩字怎么讲啊？是，说实在的，他是郭德纲他爱人的徒弟，哦，这大家就明白了，这大家就乱了。哪乱了？合着我跟我师娘学的，并不丢脸呢。不是，这不是什么好词。你师娘，我们相声界有这句话，这某人呢，你看跟谢金是跟师娘学的，证明什么呢？证明他这个水平啊，可能稍微差一点啊，因为他师娘不是演员，对，他师娘很可能是黄牛，或者是呢，比如说开摩的的，瞧这俩职业，反正跟相声跟舞台没有关系，嗯，但是说他跟师娘学的，这个恰如其分。怎么？因为他本来就是跟师娘学的，对，还是跟师娘。他师娘也是演员啊，虽然不说相声啊，是唱京韵大鼓的，也属于曲艺，对，北方的一个很好的艺术形式。嗯，他师娘当初特别火啊，受欢迎。火到什么程度？14岁举办个人专场，您听听，这是真事儿，有录像为证。是，您想14岁，那还是个小伙子呢，是吧？往台上一站，唱3段，哎，没忘词儿。得，别说了，别说了。干嘛？我师娘14岁是小伙子呀。嗯，你就甭管了。14岁那年。什么叫我甭管了？你要干嘛？我师娘怎么是小伙子？你解释明白了。就是他在舞台上啊，特别帅气，嗯，一招一式，抬手动脚很潇洒，观众评价呵，唱得不错，跟小伙子似的，这是个比喻。哦，那时候留个短发吗？嗯，都管他叫假小子吗？对对，是不是？现在您听他师娘唱啊，只能听录音了。哎，舞台啊，现场啊，您听不到了。还真是这样。因为什么呢？没时间唱了。嗯，自从嫁给于谦以后呢，就是啊。一门心思就扑在赛马上了。行，对吧？我师娘嫁于谦了。对呀，啊，你不于谦徒弟吗？你才于谦徒弟呢。哎，你骂街不对啊，出口不逊。波波啊，嗯，我不是刚爱徒吗？你谁徒弟啊？我郭老师徒弟啊。郭麒麟啊，郭麒麟，那你没辈儿了。我可不没辈儿了吗？您郭老师你指的谁啊？郭德纲先生啊。
对呀、啊，你是郭德纲徒弟、嗯，你又是于谦徒弟。我怎么又于谦徒弟？你怎么又于谦徒弟？相声啊，拜师的时候要举行仪式，嗯，不是说你跟郭德纲俩人对拜就完了，不是，是吗？哎、结婚来了这。还有三位老师也得见证，嗯，我们相声行叫引宝带，对，这么三个老师有这规矩，其中包含于谦先生啊。按相声界的规矩，这三位也得管人喊师傅。是对不对？对对，你看看尹宝带三个师傅啊，加上郭德纲，你是四个师傅一个师娘，是吧？你想他还有时间唱吗？行行行行、嗯、啊，我四个师傅还有四个师娘呢，都来了，都在台上坐着，那天都在台上坐着，一对一对的啊，都上来，我下去了。我就说那天舞台上就坐的就这几个老师，对，反正都教过你，是对不对啊？对对对，连我们这后台侯震。侯震就刚才主持那个只能走到那儿那个人，啊，也教过他呀。侯震教我说相声。侯震现在不说相声了啊。侯震自从不说相声那天，对相声就没有什么毁灭性的打击了，是吧？咱们感谢他吧。原来这个侯震先生也表演相声，对。后来发现呢，他更适合过日子，嗯，是吧？就是生活当中，侯震先生是一把好手，对对，尤其开车开得好，这是他特长，百公里无事故，嗯。这个侯震开车开得好啊，百公里，你这太短了，你这个，你才那么短呢，就是百公里无事故嘛，你这得多加点数，两亿公里无事故，这辈子没干别的，光开车了。反正他开这么长时间车呀，没有过任何交通事故，对，小剐蹭啊、追尾啊，没听说过。嗯，开车开得好，指挥倒车指挥得好，对，有那个新手啊，那挺大的车位倒不进去，那干着急，是着急，让侯震指挥啊，一把准撞上，你知道吗？撞上我也会撞，不是准能进去哦啊，侯震指挥倒车好，嗯，听我口令啊，把窗户摇下来，摇下来，哎，听我的啊，左边打死打死，倒倒倒倒倒你的，倒倒倒倒压我脚了，上上上上。上上哎，指挥不错，就是费脚丫子。反正侯震也有侯震的特长，对啊，你也有你的特点。哎，我还一般吧。他是郭德纲的徒弟啊。对对，郭德纲有八十多个徒弟的，不少位。八十多，德云社出过一个叫《德云社家谱》，有啊，淘宝上十块钱三本，全球包邮，您知道吗？全球包邮。感兴趣呢，您左右弄一本，您看看。嗯。上面有各个徒弟的排行，是某个徒弟原名叫什么，出生年月日，哪年加入的德云社、嗯、打算什么时候退出，上面写的很详细。没有退出这句啊，这你买来您可以自己添上，是吧？反正那上面都有很详细的排名，嗯，排名越靠前的证明跟郭德纲时间越长，是吧？他在那里排名特别靠前，您听，他在前眼里头啊，我都前出去了，我都，这什么意思？我没在这本里，我在前眼里。不不，前眼里拿你举例子。我是这例子。哎，郭德纲曾经收徒谁谁等，拿你举例子。哦。哎，你不是郭德纲徒弟吗？对呀、啊。很有名气啊。哎。他确实很不错。你叫什么来着？你有名气，你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呀？不是，我让你给介绍介绍。哎呦，我栾云平。你说呀，你吭哧什么呀？你说呀，你啊，不好意思说，是怎么着？我跟他们撞，你撞什么撞上啊？你说你的呀，你这可气，叫什么？栾什么？栾云平，很不错，是不是？很不错，很不错的这个名字。嗯，你这个姓啊，很怪。嗯，你姓什么？栾。中国人姓这个很少，对，很少，可以说没有。谁说的呀？嗯，你是中国人吗？我是中国人呢。那你这姓你怎么写？你会写吗？会写呀、啊。你写一我看看。上面啊，上面一个义，叠一个木头的木。这字念什么呀？栾呢？还有这姓呢？你瞧我这白费劲。上面一个义，哪个义？容易的义，容易的义，底下一个木，没这字。多新，不是那义呀就。哪个义啊？不义的义。不是，上面有一个。北京有一地名知道吧？哦，哪个地名啊？叫义庄。义庄？对对对，那我去过啊，我去过。哎，上面一个义庄的义，底下一个义庄的庄。我姓义庄。你干嘛呀？你不说义庄吗？什么叫我干嘛呀？义庄嘛，我去过。我姓栾。姓栾哈？栾。哦，姓栾。对，上面一个义。对。哦，栾义。底下还有一个木呢。哦，栾义，咱就我就说栾义的相声啊。哎哎哎。
我不叫栾毅，知道吗？我说你这栾里边有个毅，嗯，反正你的栾先生吧，多讨厌。相声说的非常不错，我很爱听，没事在家里边手机就听了，用那个软件叫珠穆朗玛，在那上头呢，哎哎，您可以啊，在线听呢。行了，您也可以啊。行了，那叫喜马拉雅。我说的呢，珠穆朗玛。哎，反正离得都不远吧，是吧？就在那上，不是一东西就在线听也行啊。您是下来听也行，也行。我不在线，在线听有时候容易网络不好，是吧？容易卡顿。嘿，知道的是卡了，不知道你尺寸不对呢，是吧？我经常不对。哎，所以我怎么办呢？就得是下来听。下来听。我在家没别的事儿，天天就下他。嘿，啊，我天天在家下你，有时候一天能下40多个。好家伙，您这产量够高的呀。啊，您夸奖什么什么夸你产量干嘛去？但有一箭头，那个一摁，一会儿功夫，嘟噜你就下来了。夸你，下午还得嘟噜嘟噜的，一会儿一个下载。啊，对对对对，啊，我在家我就下这个载。啊，下你这个载，你不告诉下载吗？这正字叫下载吧，好不好？反正就下你相声。嗯，在家我就听。好，我爱听你的相声。嗯，对吧？他的相声说的特别好，嗯，非常的有刺激性。是吧？什么叫有刺激性啊？就是爱听您的相声，听完了特别振奋。嚯，哎，很刺激。好家伙，就是这意思。哦，啊，他的相声说的确实不错。嗯，比较含蓄，含蓄。哎，比较有品位。嘿，可以说回味无穷。您听，回味无穷什么意思？就是您当时听他呢，可能感觉没什么意思。你别着急，等过两天呢，您就忘了，是吧？就这种境界，他不给您添麻烦。行了，行了，嗯，你给我添麻烦了。你有什么麻烦？这传播出去啊，栾云平相声不可乐呀。哎，你看看，还不如他自己总结的好。你看他自己说这对，我这自我介绍呢，是吧？反正就是说，您的相声咱不形容了，就一个字，啊，好，好，不就完了吗？天叫哏儿嘛。哎，说学逗唱嘛，这是演员四门功课。对，刚才郭德纲说那句话，我不太同意。哎，哪句？他说这个唱啊。是太平歌词，嗯，这很片面。有说学逗唱的唱包括太平歌词，嗯，可不光是太平歌词，那也就是还有别的。当然有了，还有什么？您说说。你比如说《莲花落》啊，有《食不闲》呢，呵，还有的一个最著名的唱叫《蜀唱来宝》，这个也挺好听的。哎，《蜀来宝》后来发展成个快板啊，快板书，嗯，也属于说相声说学逗唱的唱。对，来到南宁了，我给您唱一段快板书，您欢迎不欢迎？对。别开生面啊，这是曲艺之乡啊。哎，不来南宁我还真不想唱这段。你瞧这话，这是等于回家了一样啊。我在这儿我唱一段。好好好，唱段快板书啊。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哎，这是有点人缘。确实挺漂亮，唱啊！等一会儿，不是你这等什么呢？还没照完呢，你这人那是自拍的，人家啊，自拍哈，有拿单反自拍的吗？就是，注意听着，唱一段，我高兴啊，我特别特别亢奋啊，我给你唱一段最拿手的。你听这哪段？哎，我听一听。来到了南宁，心高兴，嗯。我给您唱上几句绕口令。嘿，这个绕口令儿最难唱，我唱的是啊，正月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粉红女她身穿一件粉红袄，女粉红她身穿一件袄粉红。粉红女啊，怀抱着一瓶粉红酒，这个女粉红她怀抱一瓶酒粉红。粉红女，女粉红，姐儿俩来到了无人处啊，推杯换盏饮流灵。
女粉红喝了粉红女的粉红酒，粉红女饮了女粉红的酒粉红，粉红女喝了个酩酊醉，女粉红喝了个醉酩酊，女粉红见着粉红女就打，粉红女揪着女粉红就拧，女粉红撕了粉红女的粉红袄，粉红女扯了女粉红的袄粉红，姐儿俩打罢停了手，那自己买线自己缝，粉红女买了一条粉红线，女粉红买了一条线粉红啊，粉红女反缝缝缝粉红袄啊，女粉红她缝反缝缝袄粉红啊。出前门奔正南啊，有一个面铺，面门面冲南，这个面铺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我摘了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面铺面门面冲南，挂着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啊，看了看啊，搂了搂啊，把了把，这个面铺面门还是面冲南。说出西门走西部，十块几匹补匹裤，是几匹补匹裤啊，不是几匹补匹补的几匹裤。说接着窗户撕自纸，是自纸撕自纸，不是自纸不必撕自纸，在自纸里裹着一包细银丝，银丝上趴着4444个似死似不死的小死狮子皮儿。好好，谢谢大家，确实是卖力气，确实是好，这叫基本功，基本功对演员有要求。哎呦，唱完这个节目你看我就达到要求，也不敷侍也不喘，多好，就是上不来气儿、哦、更厉害他这个啊。当然这两天有点喘，嗯啊，要是那个见着各位亲爱的朋友身体状态良好的话，给您唱上一个大段啊，那就更好了。 嗯啊，他对这方面也比较有研究，我还可以啊，除了相声快板之外，什么历史啊、哲学呀、文学呀，这方面他都有研究。呵，相声演员应该做到这一点。哎，博学嘛，因为相声本身呢就是一个博呀，嗯，就是一个很博学的东西。对啊，就是一个融会贯通、触类旁通的东西。是啊，他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哟，不是我夸他，他这个触类旁通的演员在我们德云社。您先等会儿。嗯，不是，这触类后边别喘口气儿啊，这是个成语。我知道触类旁通是成语，这触类后边你一喘气儿，好像你说我是触类似的。哎呦，没有这个意思啊。哎呦，没有，这不刚唱完快板，我气短，我这多缓了一口气。你那你别缓，你别这儿缓行不行？我哪缓气啊？你触后边就要缓啊。对对，接受您的意见，就他这个触类旁通的演员，你又多缓一口是吧？你那不触后的不缓吗？咱换一词儿，干脆就好演员。哎呵，什么知识都有，嗯，各方面的学问反正都懂点儿。嗨，你虽然说都懂点儿啊，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你看他也有你不太了解的那个方面。那当然了，对不对啊？是是，你比如说吧，哎，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啊，对对，这个学呢就包罗万象。那是地方方言呢、啊、地方土语啊、嗯、各省人说话呀，这属于学啊，这点你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嗯嗯，光能学咱们国内的各省人说话这还不成啊，还有什么呢？现在的演员得发展呢啊，外国话你也得会说。这还真是我短板啊。外语怎么样，会说吗？很差劲。学呀。跟谁学？我们后台没有会说外国话的。嗯，没有没有，我教给你啊。你会外国话？我不会怎么讲，我教你外国话。哦哦，你以后把这课补上，你不行了吧你？那你会哪国话呢？哪国话都会啊。啊？你学哪国话会哪国话？你哪国话最拿手啊？拿比较拿手的。对，英语。英语这通用的语言。朋友们都会说英语啊？都会的。这我能蒙你吗？是是。啊，你英语基础怎么样？很差。很差。对对对。啊，那就好办了，是吧？别好办是怎么着？对，你很差，我教你那个最简单的呀，那好教啊。哦、那行，对不对啊？学英语呢，首先要学好22个字母，是吧？第二课呢？多少字母？26个字母。20几个？26。哎呀，反正不到30嘛，是吧？咱别对付。反正20多个字母，我是说先学好22个字母，然后再学4个字母。你老着急，你看你这人。4个字母太难了。最后这4个不太好学。嚯，字母是第一课。哎，然后呢就是这个音标。音标。你得会念。嗯。然后呢，大量的积累单词。哎。弄语法套句型呢，就能够对话。是。啊，我考考你吧。哟。测试测试你的这个英语基础。那可别忒难了。啊，很简单。啊啊。我说中文，你给我翻译成英文啊。好好好。假。小朋友都会的啊，就是单词，都是单词，不是文章啊。可别太难了，谢谢您吧。苹果 ，Apple 啊。行啊，这怎么能叫傻子呢？就是，是不是？谁说我是傻子了？我觉得，我觉得，他也觉得。这个香蕉
banana 好样的都会嘿好样的好好橘子 orange 好哎呦桃这不知道了完了吗那桃你不知道这头一课 头一课教给你 小朋友都知道是桃叫吃屁 peach peach 到底咱们吃什么呀peach 因为这个英语就是倒装弄不好就装反喽、啊、是吧 peach peach 啊行很洪亮是不是你这个里边很洪亮哎李洪亮真不错真不错、嗯、peach peach 哎冰箱不知道你想想这不是水果我用你告诉我我怕你老在水果里边想我不会这词儿不会哈哎我教你第二课啊勇敢第二个词啊、嗯、冰箱叫 fridge还真是头一回听这个词儿，是不是啊？是是是。哎 ，Please read after me, fridge。哟 ，Please read after me, fridge。还真有两下子。嗯，好。Don't worry。嗯 ，fridge。Follow me, fridge。Please read after me, fridge。老师您刚才说哪个是冰箱啊你太笨了你这人我又太笨了说得很详细多慢呢多清楚啊冰箱叫 fridge 我练哎 fridge 行挺标准的是吧挺标准冰箱 fridge 还有一种说法还有一种啊这八开门的是吧谁家冰箱八开门啊怎么了这不太平间吗这不太平间干嘛你看你刚出来一天就想家了你看你啊八开门就是多功能大冰箱中国话也是啊这是同义词啊、哦、冰箱电冰箱电冰柜冰柜不都是这个玩意儿吗都制冷的呀但是冰箱跟冰柜还是有区别的是吗有的朋友分不清楚你去逛那个苏宁电器啊国美电器分不出来哪叫冰箱啊什么样叫冰柜啊我告诉您两句口诀您就分出来了您教教我们长得像柜子一样那个叫冰箱长得像箱子一样那个叫冰柜这样呢您就乱不了了是不是长得像柜子那叫冰箱哎柜子一样挺高那个叫冰箱跟箱子一样那个那叫冰柜原来我还能分清楚我这一告诉你呢我都糊涂了我都、哎、那就按你原来那记吧哎好嘞就是还有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哎冰箱叫 refrigerator 这一听就是八开门的、啊、对不对、refrigerator refrigerator 行就有点浊、哎、对对对但是也不错是吧为、哎、正好这个词有一点特点哟你看什么特点呢就是英音呢、啊、就是英国英语啊跟美式英语还是有区别它不太一样对美音竟是儿化音哦你刚才说这个 refrigerator 美音 refrigerator 美音听着比较轻松嗯嗯英音不这么说英音说出来显得比较正式您来了啊英音说这个词这么说叫 refrigerator 它都这么说啊、声音靠后哎呦它比较正式美国人很轻松 refrigerator 轻松嘿英人一说叫 refrigerator 它不一样真是不错哎靠英国嘛绅士风度嘛、嗯、对吧穿着西服下边裤衩脚底凉鞋戴一草帽是吧什么造型这就是一给人演讲起来啊非常有意思您来成句的我们听听英语啊英式英语啊、嗯、说起来都这味儿的啊、嗯、Hello 来了 Hello everyone Good eveningladies and 乡亲们 my name is Alice 行了、嗯、您这乡亲们什么意思啊你这人整个一文盲乡亲们呢就跟我原来是一个村的后来我呀就搬到城市里头啊行了卖豆腐瞧我没让你解词啊你问的什么叫乡亲们你这外国话里边乡亲们这怎么回事怎么哦你那个意思英语当中有一个中国汉语这个乡亲们怎么回事这怎么解释啊是什么原因吗什么呀说错了他弄一说错说错行吗你掐死我别还是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嗯、这就没错了好好 lady L-A-D-Y 女士复数就把 Y 去掉变成 IES 就是一帮老娘们什么老师一帮老娘们哎，对不对吧这就是这么回事啊老娘们都出来对不对你别老看不起老是看不起 我没看不起您不愿学拉倒您这音还真是挺正的那当然了别的国家的话您还会吗会啊日语哟，还会日语的当然了日语真没想日语
日语没有字母，日语都是假名，假名凭假名骗假名，哎呜哎呦卡给库卡给萨斯苏塞苏马明莫美莫哪里路奶闹，都是这个，哎呦他是都是这个，这是日语。好，您是不是就是日本人呀？你才日本人呢，先背那个五十音图去，五十音图你把它背熟了，哦哦，看见起码你会念，哎，对不对呀？日语你比如说我吧，日语我不叫我，怎么说？我叫瓦塔西，瓦塔西，瓦塔西，嗯，你叫阿纳塔，阿纳塔，瓦塔西，阿纳塔，就是我和你，嗯，我和你在一起 ，We are family。又改音乐课了，先生，哎，老师，你把脑袋伸出来。对，晚上翻身的时候还有用呢。什么话这是？就是我和你，咱们正好说到这儿吗？是我和你，是不是？我和你，马丹西，安娜塔，我和你，可不我和你。哎，别睡觉那枕头。枕头日语这比较偏的词了，哦，一般很多日本人都不会这词。好，日本人都不会，对吧？枕头叫什么呀？叫马库拉。哎呦，马库拉就是马哭了，这样好记，因为马站着睡觉，一辈子没用过枕头，你知道吗？哦，连马都哭了。不知道那玩意儿什么用？马库拉就是枕头啊。马库，不是你这还是差点啊，就是枕头马库拉，嗯。你比如说吧，跟人见面，问问现在您老家您现在几点了？问问时间怎么说呢？日语这么说叫“今何時ですか”，就是问问现在几点了。几点了？比如人告诉你三点了，一起逆丧就是三斤 this， 就是现在三点了，对吗？你不是小时候就爱问姥姥姥姥几点了，不有这个吗？嗯，有没有啊？对对对 对， 对，我拽着吗？今何時ですか？三斤 this 就是现在三点来钟了。嗯，这不日语吗？你马南京 this？ 不是你，你这一说老像天津人，是吧？是吧，一没有你，一马难进 this。我还挺愿意练这句。你别老瞎练，嗯，是吧？这是日语啊。见面跟人打招呼，初次见面多多关照，日本人爱说这句话。嗯，怎么跟人说呀？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好家伙，这都这么说。你瞧瞧，哎呀，跟人头一回见面打招呼问好，おはよ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敬语。哈基梅马西代初次见面都走伊罗西库我尼干西马斯多多关照，我日语经常的说的不错，你就别管人说对不对，你挺流利。什么叫对不对啊？什么叫对不对呀？你上那外语学院，你找那日语系去，你去找教授问去，一个字都不带错的。是，我也得记得住你这句。你怎么记不住啊？这我跟你说啊，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那呵呵，你别虚伪，你也别骄傲。我骄傲不起来了。学日语啊，你得有那个条件，有那个环境。对，对不对啊？对对，你别学这个啊！我不学这个日语，你学不了。那您觉得我这应该学哪国话比较合适？不是比较合适哦，咱们这个关系很近。好啊，我就教你我那个最拿手的。行行啊，我最拿手的、最流利拿过来就说，而且还不打奔的。哪国话？中国话。我用你教吗？我中国人，我不会中国话吗？你那个意思呢？你外国话里边跳出一门来。外语里头我说的最好的就是那个法国话，啊，因为什么呢？我经常去这个法国。您啊，我在那个法国。行行行，您还练练中国话吧您。怎么了？这叫法国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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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话，你怎么总说不对呀，啊？你看你，法国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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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语，对，法语，还真是法语，法语，法语很好，法语啊，法语，非得逼人说着简称，我就不腻歪说着简称，这是简称，法语吧，那就说法语吧，法语，我经常去法国，哦，因为我经法国首都巴西，我在那儿。我待了丁七个多月。你去过没去过呀？去过，经常去，啊，法国是法国，巴西是巴西，这是俩地儿，知道不知道？巴西我也去过，你吓唬谁啊？甭提巴西，法国首都是哪儿？法国首都也有个巴字，哎，巴基斯坦。不对，哪儿？叫巴黎。巴厘岛，嗯，对，别加这岛字，就是巴黎。巴黎是中国的这个译音，嗯，译音叫巴黎。巴黎，人家法语说那个地名不叫巴黎，叫巴黎，就叫巴黎。不是，我刚才也没说巴西，就是巴黎，我经常去巴黎，就是巴黎，哦，是吧？巴黎，大家可能有去过的。巴黎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哎，有一塔，对，对吧？大雁塔，是吧？我在大雁塔底下呀，行了，租了一半地下，行行行，
大雁塔在西安，这体育馆不让吸烟啊，吸烟请到外面去。不是，法国这塔不叫大雁塔，就比大雁塔还有名。哦，叫什么塔？叫什么塔？叫你叫埃菲尔蛋塔。蛋塔干什么呀？什么塔？埃菲尔什么塔？铁，埃菲尔铁塔。对，我经常在那儿玩啊，我经常在那儿，我在那儿住、我在巴黎的时候我住铁塔区，你知道吗？还有这么个区呢？那怎么了？人家行政区划呀，铁塔在这，铁塔区，对吗？刚才说那大雁塔在西安，就在西安市雁塔区啊，还真是，对不对？对，你哪人啊？我北京。北京哪区？我是朝阳。朝阳区啊？对。为什么你是朝阳群众吧？哦，我经常网上看朝阳群众就你呀、啊，不吧？也不光我一个人。反正这个朝阳区里边有个朝阳门。朝阳门。为什么朝阳门呢？它朝阳区啊。对对对。对不对？行。铁塔就是铁塔区啊。铁塔区。我原来就在那儿住。后来我搬的那个巴黎圣母院，搬的母院去那儿，后来我就来回搬家。你应该搁的母猪区去。反正我对这个法语吧比较熟悉。那你来了法语吧。回国之后呢，我写了一篇小短文。小短文。哎，叫《巴黎的早晨》。早晨。巴黎的早晨，法语写的。写完之后准备发表在咱们南宁妇女杂志社上。啊，哪位您是那杂志社的？您跟我联络一下。哎，行行。您先发表之前，在这儿给我们背诵背诵，好不好？你要抢着发表去，对吗？我不，没这份意思、啊。咱不出风头啊！我在这说一说啊。哎哎，巴黎的，我可不是，我有法语的啊。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很热情，但是一位我也不认识，是我也不知道哪位您懂法语啊。如果说我说的过程当中哪个语法呀，或者哪个用词不太准确的话，希望各位懂法语的朋友，希望您千万别管，啊。千万别管呐！不是你一说话影响我思路了啊！对对对，念完之后您私下给我提意见。思路容易乱。巴黎的早晨，巴黎早晨啊！各位厅长，哎，咱们听一听法语啊。嗯。当时说本毛你还听过保护法语？哟，我这每天被海里都不上不就保安，所以很忙呢。端上面那冰的汗就自己买的冰，我就是我。上上面那有的吃泡不着那去。完了。完了，是这样。这是头一段，还真是，真是小短文。头一段，这是第一自然段。哦，第一自然段。哎，那个时候你是不是瞎编的？不是，啊，他们那有一段相声叫什么《太平歌词》，瞎编。但是再来一遍也，当然这个本毛你还是听过保护法。还来一遍。问你没你别拍了，都不这么 beautiful。这来一百遍也一样。我不用来，千万别来一百遍。我念这怎么有点赵忠祥那感觉吗？赵忠祥还会法语呢。赵忠祥不是，赵忠祥朗诵，朗诵那种感觉，白雪皑皑覆盖大地。嘿呦，冬去春来。棕熊又到了他们的发情期，就那种感觉，有点那感觉吗？还真是，还真是有点那发情期的感觉。哎，就是朗诵，行，朗诵。您教教我这个棕熊发不是这个这法语吧？想好再说啊。法语，嘴里是不是吃东西了？法语，教有法语吧。教你法语啊？哎，注点意啊。我争取快点学啊。快点学啊！快点学吧。超市这个本毛呢？嗯，都说完了都。不信你不快点学吗？多少 good morning 整个一蠢货。你看，又拿我当蠢货了。嗯，你再慢一点说吧。尝试这个本毛呢？哦，有，跟卖菜的一样啊！你再来来。尝试这个本毛呢？你再慢点吧。你学不学？我不就你就慢点。还慢点啊？再慢点，法国人就不懂了。那也慢点。再慢，连不成句了。头一句就是这个，同志们，如果你不忙你。哦，同志们，如果你不忙你，对，人家要忙我就别说法语了。不，这法语在哪儿呢？后边就是啊，咱听法语。还是听过包括 foy， 怎么像不像？哎，还是听过包括 foy。什么叫像不像啊？这像不像法国人说的？你再慢点。还是听过包括 foy。什么？还是听我把话发呀？还是听我把话发？哎，发话就是法语。第三句。Why the man baby had a dove？ 哟，还真俏皮。关键单词 le dove。le dove。还是像蠢货。你再慢。Le Dove。再慢点。One million baby had Le Dove。怎么样 ？One million baby had Le Dove。什么？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喝老豆腐。哎，然后呢？烧饼油条 boy。烧饼油条我都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吧？哎，这 boy 什么意思呢？就是那儿摆着。就在那儿摆着。烧饼油条 boy。后边呢 ？Boy 很忙呢。什么？这句最难了。哦，最难了。Boy 很忙呢。怎么着？服务员很忙呢，慢点说。服务员很忙呢，你说什么？服务员是很忙的。服务员还急了。
怎么弄？你说这个后边呢？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这是谁买的饼？这是谁买的饼？我说这是我。好，仨烧饼俩油条。哦，最后一句吃完了，盘碗都拿去吧。这要连着说呢，跟法语特别像。你连着来。同志说怎么？你还听过包括法语？我说这没人别又喝了豆腐烧饼油条包，哎，头也很忙。你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这是谁买的饼？我说这是我。仨烧饼俩油条，吃完盘碗都拿去。